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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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吴玉露，北京通州的一个普通农民，自行研制出30多个不同功能的机器人，并多次在科技比赛中获奖，被称为最聪明的农民发明家。刚才您的这个说是吴老32啊，对，吴玉露是我爹哈，这都是您的儿子，我儿子亲爹，对，对，您是他亲爹。您现在有多少个儿子了？这都已经是32了，36个了，已经36了，吴老36了，对啊。您这准备还在收多少个儿子呀？现在的话，应该最少的话还得生个30-40个。哦，那可不能，高产呐！那您这30-40个儿子，您是想这都什么功能啊？哦，首先我这机器人就是全是带腿的，就是说从一条腿、两条腿是吧？四条腿、六条腿、八条腿，还有几十条腿的。另外还有那么多呀？蹦的、跳的、翻跟头、爬墙的，这太行了。还有这个拉车的，就是这个，还有这给客人点烟、斟茶倒水、写字、拉二胡。哎，还有干家务，就是护理病人的。不，我建议建议您呢，您在这个制作一个闺女，主持节目，再做一个儿子，主持这个北京这个儿子呀，文采高，太高费量。再说两个不说相声的，哎，哇，全有了，对不对？各有各的用性。你说您要是想出门是吧？买点什么，啪一摁电门，啪拉着您走了，是不是？经常。您要吃点什么，对，啪一摁电门。给您端了面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您想抽烟，啪，一摁电门，给您点根烟，是吧？反对反对。您想偷点什么，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回是吧？对对对，那只能看你去。对，我也不去，这事只能看你去。我也不去。我抗议先进不是谭老师录的吗？对，人家今天啊，吴先生也特意。让这个机器人录了一个咱这个节目。对呀，人吴老32都有，你还放别的吗？你拿着说吗？拿着这个话筒，来来来，创新改变辛苦，好心情改变生活。我是吴老32，吴玉露是我爹。你真强啊！你看人家说的时候那面部表情，哎，你说这个面部表情比你丰富的多，这眼珠子会转，耳朵会动，嘴会动，就是鼻子不会动。哎，我好像看这个眼珠子有点像他那眼珠子。哦，差不多。他说像这冯子磊是他爹。对。哎，您的这些都是用什么这个东西做的呀？全是一些个废旧的材料。草帽肯定是您的。啊，草帽是，草帽不是垃圾堆里的。啊，它主要就是像他这个。这全是这个铁，就是那个铁皮嘛，火皮箱，您给搬家去。哎，咱们这个，反正就是说，包括它这个，这是公园运动那个栏杆，您给锯下来了。那倒不是，那是包括的，不是铁的吧？只有你会干这事儿。哦，不是吗？外公共设施呢，你那不是。对，我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儿对。这个。这是门的合页。不是。这个是一个旧门的合页。像这个，它不是。